次体验。当时看到饭的时候，现在老人一直保持这个习俗，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插花。它象征着希望和光明。那我觉得哇，这个寓意太好了，看起来都很开心很幸福。比想象中的要惊艳很多。就还没让我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他这里的那种气息给感染到了。南方的城市可能会更细致一些，更细节一些。他们家宴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方式，大家一起坐在那儿正经的吃一顿饭。你做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非遗文化，能让我感受到，那我相信也能带给读者这种感受。从小就是文艺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，能一直坚守的。它的这个建筑风格，还有它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习俗，都让我挺印象深刻的。包括木偶戏啊，可以看到这边就比较自己的特色了。它能让我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。让我看到更多的东西。新年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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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准。新年快乐！